饭，今天这个香椿芽。腊肉，这辣椒真辣，
小鱼。今天要吃我。妈妈打杯水了哈。来，我们吃个热干面。这个热干面现在火动，姐�妹们，16.9到手6包，再送6包酸豆角啊！之前只是19.9，只有6包这种有热干面没有酸豆角的。水烧开，面向下去，煮过六分钟就可以了啊，6分钟7分钟就可以了，不要煮太久，太久它就煮那个了，煮太久不好吃。我这个是一份的量啊。满满的麻酱味。
妈呀，膝盖呛了一下。